韩国语去的时候嘞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。韩国语的韩粉的力量还是那么大，而且韩国语确实啊，他在这个所谓群众场的演讲的魅力啊，是非常的大的。他直接就叫他小爱爸爸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因为大家知道，如果了解人知道说，这个他这个谢国良因为有生了这个女儿之后，他遭遇到很大的这个挑战了啊，因为他女儿本身呢、啊。他好像听力不是很好，听力不是很好之后就造成那个，所以在小时候的父母亲的那个关爱的方式哈、啊，就要非常特殊的教育去关爱他。所以谢国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小孩身上，甚至于时间花完之后他干嘛，你知道吧？他去信主，他去信基督教，信完基督教之后，他去灵，他去受洗。所以他现在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对，徒。我跟他有去教会办过活你跟动，他一起因为去我是不也是？是基督徒。你也是受灵我也是洗基的督徒，对。啊？好，那我讲坦白的，我以前对谢国良印象不好，在结婚前我对他印象不好，为什么？有钱人小孩嘛，啊，然后他教的都是一些那时候有一些靓妞，你知道吧？他的花边新闻特别多，而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，是他跟连胜文一起，然后跟邱富生跟我一起在，我干嘛？我发这欧阳郎干，我的印象都不是很好。后来这一次的谢国良完全变一个人，我吓一跳。我一旦吓一你知道为跳，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国良心中有爱。啊，不是啊，不是，他心中有他女儿小他女爱儿，啊，对啊，真的啊，对当的，爸爸不一样了，就是一个小孩或一个家庭，而且更关键的错是困难，我觉得困难会改变一个人。他对他那个小孩的困难，那个小孩的困难你没有办法解决嘛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只有用极大的爱心的关注，而这个在爱心的付出的时候，他没有那个 limit，因为父母亲对小孩子爱啊。是唯一的世界上的爱，有很多种很多种爱，有男女情爱，有兄弟之爱，有师生之爱，都有各种爱。但是唯一的一种爱是没有回收的爱，那就是父子、父女或者父母对子女的爱。就谢国良造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，我吓一跳，因为我跟他深谈过几次，你知道吧？他居然能够，他对，因为我是佛教徒，我现在在学禅，但是我也念圣经，基本上我当然念圣经，我什么都要学一点啊。我把它当做学问来看的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圣经，我对《诗经》箴言23篇，我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我经常我去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怕受害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力量啊，等等。所以我想意思就是说，谢国良从我看到一个 playboy 变成一个对他的女儿的照顾，我对他人生观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。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也跟我来谈的时候呢，当他谈到平常心讲，他实在不是一个很会选举的人，我跟你讲，非常不会选举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蔡适应是黑道，跟这个跟太阳什么太什么狮子会，狮子会，跟什么狮子会的太阳会啊，一大堆会，那么多的屁事搞在一起的人，还去跟国防部搞土地啊。案子啊，妈那么长，妈的，那么长。国良兄是我看到一个做的最大的改变，不管这是选举的结果是输是赢，但这个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他非常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小孩改变了他的整个的人生观，包括他对生对死都有重新的定义，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。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